林哥。好久没有跟你分享一些有的没有的数据了。什么叫有的没有的？你每次分享的数据都很棒。今天的数据也不错。好，来。但是数据比较久远，但它是新的。嗯。根据行政院主计处2010年。哦，前两年啊。对，但它是最新的。OK。它的统计报告指出，全台湾人口当中，年薪破百万的只有8%的人。哇，那可是这个金字塔顶端的少数人口咯。没错。今天的王子就是那8%的人。但是今天呢，只来6位。8%的意思不是说只有8个好吗？不是说100个里面有80个人吗？是100个人里面有18个。我们成功的完成这个案子了。